但这旁边就是暖，就是这是那暖个，的吗？我靠，这不是要贴上去的？不需要像小火的。哦，可以做投石车，都忘了。这个好像是，那是要自己操作的是吧？自己操作投石车。哦啊，不能扔腿啊、酒瓶啊什么的吗？腿。我发，能不能把这墙给弄好？觉得石墙会有用吗？就是挡他们。哦，而且，对，下面这个。篱笆这种东西能干嘛呀？七呀、啊。为什么不让我日？再拆一堵墙，再拆一堵，好冷。这墙不让我那个变成门，我把它拆了。我在家里放一个收那个树叶的。那个就不要那个，我靠，这树！弄门不拆。方便走啊，真的方便，就直接我走靠，就好。这是太 bug 了吧？这东西，这直接插在里面了。哪你个？要啊？你去拿一根在这里。哦，我的包给我塞了，这拿着都有塞子吗？我靠！这经常拿了把的。被我背，经常背叛我们那棵树，到时候把它给砍了，不行啊！爬不上去，现在这个树被包进来了，已经。嗯，它哇，这个外面塞有好像光，挺多的。哇，谁把外面的门开了？我看里，我看外面有没有防晒。哦，我们现在都不用活了，这里就留这着个吧，那就不就留在这边开着。什么东西啊？我说这里就不造门了，就开对在啊，这这里个太普通了。这个修门，我觉得把它了。修了也可以。这太大了，感觉。对，修了也可以，对。这样子，他们从那边进来的话，嗯，我们只要全部站在这里，对，靠他就好。这个造的行，好冷。回来，回来大火哦，这边，大火这边烤得快。大火烤得很快，嗯，很暖。你看，这旁个边站着就行。三二一，我这次多点 blueberry，多点种子。嘟嘟嘟，哎，你有种子？真的吗？哦，是不是是别的？是，吃的会有吗？还是说用那个？就在树上吃它会有。So bloody，他妈自己直接凹出来的，蹭的好痛，存个档去我。哪里啊？我说啊，这里。Bless you。我们等把这个造好了以后，每一个进来的兔子我们都可以哦，他们总是在往那个墙前面跑，没有石头，没有 stick 哎，彩吗？虹看到了吗？哦，看到了，我靠！好多乌龟都有水了，开心。我都想用的。龟壳都是水，开心开心。然后做点弓箭，其实我弓箭被我射光了。你小木头的篮子要空了。每次都是重新开服务器的时候，生了一堆那些小树，在那边生他的小木。啊什么？每次都是重开的时候嘛，每次都家里面蹦出很多树来。啊对啊。那个时候收集很多小木头，蹦，好了，造好的弓。砍这些。幼儿园在这边晨练了，我靠！好累呀！晨练，我在绕圈圈跑，他们在。哦，我真的在绕圈圈跑，What the fuck？
哇哇哇哇哇！哎，他们发现了，发现我们了，发现我们了。嗯。反正他们老去那地方都应该放点 trap， 让他们爽一把。对啊，让去那地方每次来就爽一点。我们支持他们让去那地方，记住了啊，没有问题。嗯，湖的对面，就跑过去放一个，记住。嗯。跑过去放个 trap。哦，放个大 trap。哦，放没有。干干干干，等一下，记住他们的地方，走，记住他们的地方，嘿，哎，哎呦，走啊，好，来来来来，对面过去找，对面过去找，回信路，回信路，为什么这些 trap 都被 activate 了？那好了，过来了。真的他妈像狗一样的。给我。到你。你打了我一下。他怼到那个 trap 那边。哎呦。我、哦、靠。诈尸。打了吗你？他尸体爆炸了。怼到 trap 那边以后。都是碎肉。他会把它弄碎的呀。嗯。不过没事，看起来爽。还有一只溜了。又在绕圈圈了，叫你们他妈的每天到这来晨练，嘿！去砍树，晨练下付出代价，去砍树，投投投，都去投，也再造一个，给他们爽一把。这边呢是不是还没造好？嗯，这边呢还差两个头，啊，还差三个头。这有锅又生了一个。哦，这他们的一个 campsite 啊，我都没有发现一只，这边有一个，这里，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这个。OK， 只能拿一个的吧？插上去，插上去。对，他们是从这里来的吗？对，对，每次都在那晨练。还有一个头呢。我有头，我有头。嗯，骚扰你。哎，捡羽毛，捡羽毛。捡羽毛啊！这个人我来训练你。哇，这个是无限烧的，我现在四条腿都在那一直烧。对，无限烧的好像是，很 bug。我在家里看。太可怕了，现在火了。你别死了哈。你看，是无限伤，真的无限伤。我感觉我在那附近，我的三力就会降低。我他妈23三力了，有什么东西发生了？你干了什么？我疯狂的吃毒的东西都没有那个。我现在还是98。是在图腾旁边，我站太久了。砍多树，砍多树吗？不科学啊！我吃的好，睡的好啊。看看我就知道是不是图腾的问题。是因为我造的啊！我在往上升啊！是因为我造的图腾。不知道，有可能。这图腾是我造的呀。我觉得你要疯了，你马上。去查查疯了会怎么？就是 how sanity decrease， 你查一下。那我在这里站一会儿，我看看我。The forest. The fuck. What lower sanity? Kill enemies, including cutting off eating limb. Each second spent in a cave. Listening to music. 哦，我听音乐，我要听音乐去了。OK， 坐在椅子上可以很开心。Standing can. 那我坐个椅子。你要不你不能对着下面砍，你要对着上面砍。大火堆还是小火堆？小的小的，它大火堆不会的。就是石头都有石头堆的，对。大火堆没炸就没关系。我吃 fresh food， 我要吃。我来造好了，我来造了。The berries， 开心点给我。开心点。你要吃多点 dry food 的，对。对，不是 dry food， fresh food， 刚烤的。就是要过健康的生活。Because it's an auditory。哇靠！这里我们要没有椅子。我们做一个呗。你讲。我们就放在家门口。放家门口就行。现在没有 debuff， 我怕以后加个 debuff 就完了。做个椅子。
天，也可以啊，也可以啊，风景好。哎呀，这你杀一个才减0.5而已啊，我杀两个，像那个，你杀两个也是一啊，吃个食物就回来了呀。嗯，没有，其实 dry food dry food 它上面也会显示 fresh， 哦，它是那个意思，它 fresh 的意思就是好的食物，可以吃，三个血点新鲜的食物啊，不是新鲜的肉。嗯。哎，骨头怎么就没了？飞了。各位这样子。嗯、骨头呢？他怎么就把骨头用完了？这么快吗？我靠！我之前做了几个骨架，然后就没了。真的好多。这个去看一个。有啊有啊，这边我这边就有。还没带走。啊，我啊，哪里啊？啊，吓死我了！那声音听到。吓死我了！我靠。来啦，打下来啦！我要骨头，刚刚好，你过来。来，搬回去，搬回去。把头砍了，把头砍了。头砍了。把头砍。扛一个木头。哎哎哎哎哎哎哎！跑出去了，在我们家门口跑出去了。兔子龙那边不杀他们了，心平气和。哇，在弄我们的门！我靠，在弄我们的门！谁啊？在弄我们的门！他怎么敢？我来杀他了。哎，河对面也还有一只在绕圈子，河对面那只。花园。这么太有用了。哎，河对面那只在绕圈子干嘛呢？花园。我需要你，别跑，我需要你。偷你屁股。捅我屁股。你绕麻圈子，你有靠？还在绕，还在绕。笑死我了！哎哎哎哎，还在绕，一起绕。靠！我晕了，我要晕了，我要晕了。哎，妈，打出轮回。哦，看错了，轮回。我把这个拆了，我把这个花砍了。砍那边的几棵树。不用了，你现在应该够了。这有 tree sap， 你可以喝。哎，你拿个肉。哎，算了算了。快来喝吧。我应该有很多 tree sap。你应该有一堆。对，100多，砍了太多树。我有很多。人品问题。来，这里找个什么呢？找个椅子在这里。那边造好了，你可以把它点了。那边造好了，好了，点了它了。啊，这里无限烧了，给他们暖。我香菇这边造个椅子，我坐一会儿，我已经要疯了。要坐一会儿。对，要坐一会儿。我不去。我在造那个骨头椅子。哦，造的木头椅子。造木头椅子。这坡上放个桌子。我们家具都放外面得了。这里这么大，你看。我们太小了，我们必须得要造个塔。塔楼。在外面那个什么。坐在最外面吗？不是，就这里啊，这个花园这边啊，就大门打开就进来了这地方。好、啊、好吧。这里反正这么宽敞。去哪？啊，我们的草药呢？被他敲了吗？靠，他敲的是草药啊！太近了，跟墙还是太近了。我靠！我把我所有东西都丢进去了，我靠。嗯，我靠！我们要放外层，放外层。没有，我们放这里。放内层，放内层。对，我们当时太接近这里了。对，太接近了，往回拉。等我重新拉一下，从这边拉。我从过去的，再过去的，再过那边，再过、啊、不是，过这边点。对，没有，我从这里开始，我从这里这上线。对。这是门、嗯，你看，你这样太占地方了，看着不舒服。这花园的对面啊，草地对面、啊。对啊，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就靠墙，靠墙被它熬掉了。这是6个吗？是4个的。
没了，我们的蓝莓都没了。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啊！你取消，取消它。取消，取消，拿得回来的。嗯。我来，我来，我来拉，我来了。你来拉吧。靠墙远一点。嗯。变出个这么大个木头，我去砍树去。现在这里做桌子，在这边这这边太对对对，那太挤了。这可以造一个什么秘密基地？倒是，要是可以挖地洞的话，那也是挖地洞的地方。挖地洞简直是就好玩了，最好的最好的事情。嗯，你看到书 ，so fun， 想玩 Minecraft 去了倒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想玩地洞。像 Minecraft 的怪没有那么可怕，所以你可以玩超级哈姆，超级哈姆，带点肉的。嗯。这被砍空了。再开辆车。开车。开辆车，我们去在那个地方。已经被我们挖了好大一块空地。你们确定要把这些门都这么大开着吗？没关系，出门记得关门，记得锁门，知道吗？对。哦，对面是他们那个山地，就那个。跑这么远去了。对，已经砍一路砍到这里了，应该说。这好空啊！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对，而且在他们家门口破坏。哇，好多芦苇。还没有封吧？哦，十九了 ，What the fuck happened？ 你说砍树会减？是不是砍探头师了？可能工作太猛了。嗯，工作太辛苦了。回去做一做吧，你回去坐坐凳，坐个凳子，等我把这几根拿走，坐凳子去。降到零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查过？他们说会有 hallucination， 但是好像没有那个效果。但估计我怕以后版本什么加个更新的话，我直接零上线就是完了，直接把我们给杀了。我怕你直接把我们给杀了，这变身一，加人DLC，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野人阵营要加入的，一个 tribe 变成蓝皮野人，变成蓝皮人，对，就是到时候就变成玩家打玩家了。对，然后到时候开始进化之旅，好吗？都变哦，这一件那就不是生存游戏了，好吗？还找个毛线的儿子，我靠！爆了！两个都爆，继续砍吧，反正我们还要开一辆火。那我继续砍，把树桩给砍。那你不要砍，你不要砍。我不砍，我回去坐个椅子坐着，再把它推回来。坐个椅子坐着。进洞穴也会那个，也会封的。进洞穴太多了，封的。待太久会。还是按时间算的洞穴的时间。为什么我一直都很高？对啊，我现在还是100%呢。你们吃的是好肉，吃好肉啊，吃好肉睡好觉，睡好觉。那你们难道没有吃好肉吗？吃的是 dried food， dried food 我吃的也很多 ，dried food OK 的，应该 OK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在封，是 dried food 的一个。做个小桌子出来，我要坐一下。我看是不是很贵？我要做凳子，不是桌子。对，凳子和桌子，好看。那我把这骨头椅子给收了。收吧。我觉得这骨头椅子挺好看的，其实。那个、什么骨头？我只收只有一根骨头，只有一根骨头给我。你这放多少个？没有啊，砍木头没事啊，我一直搬着。这是。哎，我坐上去了，我坐上去了。哎，坐反了你。等一下。来这里静心了。不对，我还是坐反了。等一下，怎么坐啊？你要对着它。反着坐的。开车，你去开车回来。我们第三辆车呢？哦，两辆车都在那边吗？啊，你谁砍我？哎，我们第三辆车是真的扔在外面了，在上面呢。你看，在上面。我在山。哦，没关系啊，人。对，第二辆车开过来，好多木头，你要侧着劈的应该。哦，还是给硬劈的。硬劈的。哇，这里好空啊！我靠。那不然。开车回去。那边有个人，看了看我们造成的伤害。后面几个人，哎，撸你倒不啊，正好撞骨，能伤害你的时候不想伤害你。走走，把搬回去，搬回去。
好惨，把头砍下来就给杀了。为什么就树桩？我靠，撞到我了。这里有地方那个吗？放头的吗？应该还有一个要放头吧，湖旁边那个撞到我。我先砍下来，我先砍下来。满了再炸一个呗，我就炸哪里？嗯，我继续砍吧。刚塞的 ，nice， 哦，捡一个地，这一面安全了，哇、哦，进去了，哇，这木头就被扔在这里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一个叫木头的东西。再放。哎，那个，哎，那个假死的个野人，哎、啊。啊，哪个？哦 ，birthday 吗、嗯？生日快乐的那个，我靠！我看不到的话在哪里？在这。这一面的，哦，他们跑步的地方，晨练的地方被搞死了，这么变态！哎，操！过来搬木头。搬木头。等会，我去放一个装木。就听到像呼吸一样的，我看靠，这什么声音？我们把装木头的放外面放一个吧，啊，快点去 packing 那边拿一点木头。上两个，等会等会，对，你把它直接卸下来就过来了。给我来，我来，我靠！哇！两辆车都带过去，拍戏里面应该有很多，你砍了很多了吧？我靠，疯了！破坏大自然。哈哈，继续朝着方向跑。小木头没了，到时候开一车小木头回来。然后小木头造什么？造两个装大木头的。哦。嗯，材料好多了，这样子的话。只要不要被他们打爆就行了，不然血亏。对，确实是。心痛啊，真的是被打的。我的种子我就不该全部放进去的，我的天。嗯，但是长出来的话，真的好多食物在那边。我吃了一块，你吃个。我把前门关了。那是 Packy。笑声，你是 Packy 的笑声。我的笑声吗？靠，我怎么椅子又坐好？哪里啊？没看到啊。哇，到了，我就听到了。在那里。哎，哪里？在这儿，他跑过来了，跑过来了。哎呦！我靠！还要车吗？你们还要一辆？我开过了。假爆了，被自己人打爆。自己被自己人打爆了，真的曝光了！我靠，到时候打 boss 的话有点慌。用骨头做，你用骨头做几个？骨头或者说我们砍树的时候就不要穿上去了。没事的，没关系。回血比回甲容易，说实在的，现在我们吸野一堆，我靠，好多木头，对，树桩对吧？我在砍树桩呢，破坏他们的根，我又爆了一车，我靠！我可以了，我们这里清了好大一块。哇！我刚看你走错路了，我靠！
晚上特别可怕，这地方你看不清那个陷阱。啊，是是，走着走着，那甲又爆了是不是？甲爆了，我已经没甲了，扣了四分之一的血。是一个来过开热的。好了，晚上就不要出去了。对。在家里坐一坐，休息休息。对，我要坐一坐。要是不睡觉的话，就坐一坐。大的电视。你要坐一坐，好可怜啊，感觉。嗯，老了。哎哎，有声音。木头先装到这里面去。你可以在门口再放一个 Happy Birthday。门口，只要他们不会踩到就行。我们不会踩到就行，对。他们正常。对。觉得这里放一个怎么样？这里可以放一个，帮我塞一些东西。你需要小石头和那个啊，不需要那个 sticks。我有。快点。干嘛？放哪里？放哪里？请他们到时候进攻我们的墙，哇，那边好亮，一个地方。哎哎哎！嗯。哇，我们的木头都爆了吗？我们三个装木头的东西可以啊，很多了，把这辆车给空了，造好了吗？还剩大木头，还剩一个大木头，一根大木头吗？你拿，那你先啊，我删了去。你不能饿了是吧？你这人饿，我总是饿，对，有可能总是很 hungry， 总是卡着，不卡。是你需要就是差不多没有到很久那个吃 edible 对不是不是 fresh 的没事哦这是 fresh 的是 fresh 这是 fresh 刚刚那个光了可是开心了吗那开心了一点一点开心了没有亮起来我们现在附近我这里有很多生的小肉哎你要吃吗小肉不用了不用了我要烂了马上要那就烧我多吃一点开心一点商店的是有一块，我体重还是2.5，没有多吃，没有你吃太多会变胖。你到300的时候的话，他就不让你跑得快了，你就不会拿经验了。那个 strength 和那个 athleticism 好像都不会加了。对，我去这边坐着看夜景，为什么又反着坐 ？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 我的椅子是怎么搞的？对啊，我一直都是反着坐的。我第一次坐上去的时候是正着坐的。你不是你要哎，从前面对着他。哦，前面对着他。从哪个方向对着他，你就往哪个方向坐的。哦 ，so good， 啊，可以啊。最近再坐多一个。看星星，看月亮。哎，只能坐两个人，再坐一个。我们四人一起坐，我们要。坐在这边。看星星，看星星，看月亮。儿子在哪里？不知道。好，我放一个。哎，傻货反着坐，还是反？这样子，这样这样做吗？等一下，要这样做吗？要怎么做、啊？你反了，你要从那一面，从那边。I don't care， 我看着我的房子。我转不过来。要从那一面，哎，哇、哦，我以为他抱我们的那个椅子。别抱椅子，从那就好了。哦，可以了。明天去干啥？不知道，开火。开火，好好点亮，都哦，我听吧，坐着听，但不打墙是吧？那，我有点慌，我要坐着，坐着呀，不太坐，他们干嘛就干嘛了，不坐着就坐着，爬上去看一眼，哇，找不到，哦。在一边靠门，靠哪里的门？在大门口。大门口。哎 ，shit， 等一下，我没有。还被撞了吗？没有，我没有武器，我没带武器。等一下。有斧子吗？那个修东西那个。哦，左边。我、哦、靠！哇，他那个 Happy Birthday 那边，走过来。哦 f
fuck， 在怼门。啊，哦，他没有被 Happy Birthday 给搞到，好气。拿着那个修东西，那个修一修。被搞到了，没搞到他。他跑他好像在打的时候不能修的，你看。哇，你谁被吊抢了？哇！我没有小 stick 了。啊，我来修，我准备把它搬走。啊，搬走。来了一个，又掉。哇，又掉了一个。开心吗？又来了两个外面。哇！喂！又来两个。来啊！都是蓝皮的，带眼带脸的。蓝皮的，好喝。好像砍一下我们两个门，给我砍了门。那个什么？我逃的时候被炸了吗？转圈圈吗？什么？反弹了，让我去。转圈圈。再来！哇，好恶心！哎，这回没死扣。没死扣，哦，他救了他的朋友。他朋友，我把朋友。没有，他敲的是那个陷阱，他把朋友给救了。哎，他砸我的门。靠，好暗。开点灯，家里面。小心不要打到我们那个。嗯。那里面修修吧。嗯。我们应该这里旁边放一个火的，可以边坐着边玩。这都重置了吗？这还有一个没有重置。我们旁边不是放着个火吗？哎，被关到外面。好多人，好多死人，我靠。五六个吧，刚刚一堆，老是被绳子勾起来，可以啊，绳子有力。哟，咋啦？没有小木头了，我明天去找小木头。我靠！哇，地上怎么被烧起来了？哦，那个什么 ，Fresh Rabbit 很好吃。很好吃。没有，你要不要在楼上再造一点？是。没着火。楼上造什么？就是房子吗？可以从楼上看外面。我去看一下怎么造塔。我要去坐着了，我靠，要疯了。你这人，笑好冷。哎、啊，下雨，还有刮风。刮风下雨很危险。对，所以我们才对大火。我的肉呢？我的雨具。小何又会开心，17了，我等会睡觉吧，让我睡一觉。17了，什么情况这？感觉他没有干什么事情啊。他都是我这么干的。I don't know。我要睡觉，真的要睡觉。我自己都掉了一点，我掉了一点。不睡觉我要疯了。来，我们去睡个觉吧。我一直都很开心啊，我96哎。好了。没事的，你吃不吃的，你醒来都一样。来睡觉。睡觉。谁还没睡？睡了吧，好久了。现在看的怎么样？先看你身体有没有回点，我看我身体有没有回点，我回了30分。你看你回了多少？我应该回了10多吧。不可能回这么多，哦，回到20了。我靠，这么惨，我感觉你这么惨。啊，好 happy。这兔子还没死哎，挺好。我被我们给弄走了。兔子会死吗？
不知道会不会死。The forest power. 他们怎么造这个厂呢？没错，怎么造的？造了一个 foundation。foundation 以后就造墙。抓起来鱼了。行动行动，弄点木头，那边还有很多木头。走啊。啊，我把这个修好。把这个还立个。这是 foundation 吗？我靠。这辆车。不是太好。这是 foundation。不能走。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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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吃叫的不呀？叫的！我、哦、靠！我他妈忘了，是忘记吃食了。我觉得这个是问题。你看你站着是不是有叫？嘘、哦！怎么了？应该叫了。没有，没叫。我、哦、靠，都是头，好怕。他一直没有吃，他总是很饿。但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自己不饿。下雨。像我这种强迫症的，他只要降一格，我就让他吃饱。那降了，他降了我就想吃，我也是。对啊，他降了我就想吃，我就有点就不舒服，想让他满这里。太久没看了，已经忘记了这个事情。忘记是一个生存游戏。难怪。见到了。打野人。打野，打野，打野人行不行？哇。在谁是在谁那里啊？我这。在家上吗？就在家山上吧。哦，你们在打吗？那是我的，是我的，应该是我的。还是我的。大表，我到时候再放入你的那、这个。山上也要放几个 trap。哦，在敲我这个墙。修得好，在里面。我怕。敲得好骚。我们回去一个。可以运车回去，顺便帮 Allen 上面的人。我们都砍到湖这边来了。哦，有一个野人吗？哦，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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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怒枪。Hello, don't run, stop running. 跑掉了。要枪毙。Hello, 后面有吗？啊、哦，有啊。不是 Alan 啊。哦哦哦，酋长爷爷。你被砸到了，你又被砸到了。为什么他们看得到我？在哪里啊？我们家后花园。哦。靠！不要，修不了。他们砸的时候，对啊，不然就太 bug 了。你只要一直修就行了。哎，我们加进去一只，加进去一只。啊，没进去，没进去，在大门开着，大门开着。去，我们干他们！快快快快！哦 ，fuck， 四五只 ，fuck， 还要人，还要人。开门，开门。等会儿开，等会儿开，等会儿开。Okay, 我说开就开，我说开就开，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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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也有，我说下面。Fuck！ 啊、哦，跑了跑了好像。哎，打什么滚啊！我靠。Oh, fuck！ 烧到了。哇！我拿我的长矛，拿我的长矛。
把怼下去，把怼下去，把怼下去，下去一只。我现在扎一下。哎，下面这是下面这是卡住，你不要把它弄下来好吗？我们这里很多东西的。你这人。卡下去地。卡在卡在这里动不了了。射他。哦，我卡下来了，我靠。他打我们的东西，你不要不要让他下来，你这人。把他投。哎哎哎，我们的架子，我们的架子。别走太近，不要走太近，你走越近他就越傻。我、啊哦、靠。谁是你这人。但是他在干嘛，他卡下来的。那你们走开点，他就不会下来了呀。嗯。靠，还打我。上面我再回来弄东西。上面我杀了三只。我靠，上面好多尸体可以来捡。我们上面弄个 FG 吧。嗯，然后外面弄一个吧，你不要弄我。还是商量吧，不弄，弄不行。哦，马又在上面修墙去。我墙被他们弄以后没有不需要修吗 ？What the fuck？ 我修了已经。哦哦，他们在那个兔子笼和最早的药房那边，我们药房也被拆了，药地也被拆了，药草地没被拆。我们、啊、没有，那个是我拆的，那是我拆的。老的那边老的没了，真的。我们觉得我们在那里也要放个 trap。为什么这么多头在变了那边？我靠！因为大家都在砍树了。我干他们去！他怎么还在跑？那条我们自己踩是没有问题的吧？他们为什么一直在绕圈圈啊？这两个？就傻逼了、啊。傻了。啊！我的甲没了。那你赶紧吃药去。那为什么戳我？啊？是我戳的吗？我刚才也被戳了。嗯，反正我们互相搓了，搓搓搓，再回来关门，到了关，有危险，我想到。一二哦。每次照着就掉下来了，靠！人头一个，上面是什么？嗯，没看到，很好。嗯装饰那个 sticks 对，哎，那个生的梅子加剑可以做有毒武器，生的梅子加那些武器就可以做有毒武器。哦，生的梅子，嗯，我不知道怎么给你看，我给你看吧，等一下，就这种，你看，就你吃的会饿一下的那种，啊。毒不可以啊，不能很慢。可以啊，你点一下那个齿轮那边，它有写的。要四个，当然不是那个。妈，我还有一个。一二三四，我试试看。会很慢。
完了，快！刚才我去湖边的时候，在湖边捡的，湖边有很多。走，湖边。哎哎，这掉了一个哎。好，没事，放哪来了？那就烧了。靠，糟歪了。我没掉了一个眼的。什么都这几天都没有抓到兔子。被野人吓跑，被野人吓跑。抓了一堆野人。走，去拿梅子。就是我们之前砍树的地方是哪里来的？应该是这里吧，就一直往前走。我还有车在那里。对，那边还有点木头。应该捡完了吧？这个地方。捡完了，我在跟在这边，在这边，在这里。一路上走过去应该有，因为我已经拿过了，所以在这里。对，这些都可以。嗯，看不到。我这里都可以拿，就这棵树啊。没有。这有树吗？对啊。你要掏出你的那个包才可以吃。没有没有，它应该是可以吃的，但是它这里没看到。那你附近转一下，我记得好几颗的。这里有。哦，这个吃了，嗯，一下的那个。对。反正就红色的，红色的那种，红色的那种。哦，这里拿到一个。对，我记得这里很多的，因为天津在这附近。拿了一点，过了，真拿了。嗯，这好多鱼啊。好多鱼，好多好多鱼。下水能抓吗？下水抓不了。下水抓了。嗯，对。哎，对面那些屋子是错的吧？应该太远了，太远了。哎，我其实还终于多一点钱了，我七十多，thanks to God。嚯，那我的牙齿有89呢。撸野人撸的，撸野人撸太多了。来，继续砍树。吃兔子，把那个车都装满了，都砍到湖边来了。哎，其实，哎，你说这个湖中间那块大石头上能造房子吗？哦，算了，我卡了。你这倒是可以的，卡到房子后。我游过去看看。fuck， 上不去，哦，上得去。他妈被关了，这些牌子。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忘记了。等一下，我看一下。该死的龟壳。人哎！我感觉是从这个小角落，这个高地跳出去。造，这可以造那种很高的房子。Okay. 哦，之前这也是玫瑰壳的，我出去了。这是玫瑰壳的，他们端出的去了。我变成龟壳了。哎哎 ，almost，almost， 靠，这他妈的，再去造个平台就出去了。
这个没事，龟壳被砸了，对，龟壳。把球装了，这个装满。死了，你成功性。妈的，龟壳太狗了。你们拿龟壳在干嘛？卡住了，龟壳卡在一个缝里面去了，啊，出来了，这该死的龟壳。我该死了。龟壳被牺牲了。RIP。嗯，金金金，完了，他往反方向倒了。哦，跟我一起搬木头。嗯，你的上面那个，就造个很奇的平台，我告诉你，我他妈那边跳了半天才造的很奇，在这个角落里面，你要跳的跳就，我的扇子100%了，我怎么这么开心？哦，车满了，车满了，直接回去吧。你这你卡的话，你就直接从另外一边绕过来，反正有个龟壳在那边坑我们的。你在上面造什么啊？平台，然后我们可以造塔，你的高楼大厦。哎，哦，你从那边，你从这边这边跳到这里来，跳到这里来就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升降机。升降机那边应该可以做一个看看，这样方便运木头。哦，确实是。升降机到底要怎么做，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看一下，我主要没地方放这里。嗯，它总是卡一卡位置会。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被苏打水。升降机。它只能做这么高吗？它很卡的，因为山上，在那个角落里。嗯，我搬这车走到那个。站到房子那边去放放看。我需要站到房顶上去。哦，等一下，我站那边。啊，把车卡在这里。看着就自己的仙女怪。哎，羽毛。这个升降台最高只能做这么高吗？应该不是吧？它需要，它其实需要你凸出来一点。哎，掉下去了！靠！我操！我的干了吧？不升了，卡在了30吗？杀太多人了。灰木头应该是可以升，灰了很多木头，我的 fuck 这么科学。看我居然能在这里放一个，它是悬浮的。哪里？标一个。哦，卡在里面了就。对，但是我没有拉它，就是还是。哇！哦。我们两个一起来，我靠！被骗去了，我靠！扛着火不是烧着火，扛着木头。哎，为什么不能点这个火了？哎，我不能点这个火了。哦，可以，对，我也可以。造好了平台，上面有很多地方好走了。就造个楼就行，我找这些，想找办法把那东西给搞上去。等一下，我到平台上去拉一下那个升降机。等一下，跳不上去吗？我靠！可以，你用一跳能跳上去。啊，这平台应该这样抬，我拉不上来啊。
到底要怎么放啊？它一定要贴着这个墙壁这边放的吗？对。等会儿我看看一个东西。把这墙有点不太高了。那造个小的楼梯就行了嘛。你等会儿啊。What the fuck? 哎我打去了靠。Currently feeling good, but my sanity 又降低了。Strength 伤害 percent of damage。要怎么取消啊？按一下呗，我们那些 custom effigy 一直在那边烧。哎，我取消不了了。可以造个 gazebo。哎，我取消不了了，你看我拉了什么东西出来？啊？看，你按 escape， 我看不到你拉的东西。我不行，我要退出了 ，escape 才叫我退出。退出游戏？对。弹一弹，弹回来再，这么奇怪，我看不到你拉的东西，问题是就有点 bug。对，我退不掉。What the fuck？ 怎么办？也没有办法。没有，我在拉东西，我在拉那个楼梯，但是，等一下，找个平台拉一下。Spring in one day。没用。哦，靠！你看他都竖，这有点变态。哎，按下 B 就好了，可以。放不去，这不是造 Queen 的地方。来。你在造什么？然后再敲东西，我试试看卡一个石头上来，可不可以把那个 queen 给造出来？这个不行，啊，石头好硬啊！我靠，queen design tips and tricks。哦，啊，你要这样子造哎，哇 ，Queen 上面可以放那些 storage unit， 这是什么？就是装材料的那些箱子可以装在 Queen 上面。不是，我们运不上来啊，现在木头。对啊，是我们造 Queen 啊，我说 Queen 上面可以。等会我先看一下这视频。The fuck？ 要造 custom wall 吗？我 Queen 是从第一集造上去的。啊！在说啥 ？Queen 是从反的，我们造反的，我们是从上往下造，他是从往上。What the fuck？ 从下往上造，就是把你卡的东西吗 ？Queen 是从下往上造的。从下往上造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我完全。什么意思啊？到这里 对。但是我们这里不能造地基啊。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被挡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啊。不行，不要拆了，找一个另外的地方，找个另外。我们可以去湖上，我们去湖上建，可以去。靠，我又掉血了，妈的！哇，那修东西那个东西怎么做呢？修东西的 repair hammer， sap， 十个 sap， 算了，我看了。repair tool 十个 sap， 两个 cloth， 一个 rock， 两个 stick。我还有 sap。我们要没食物了，不知道为什么。吃东西，吃了巧克力。那架子上没有挂满肉就很难受。我们把这兔子给杀了。哦，兔子 no，
哎，算了算了，养着吧。好可怜，干嘛？好，知道了。哎，这在哪里啊？哪里啊？那怪物？没有怪啊？没听到吗？我要看视频，我在修船。哎，是在上面，在上面，在上面打我们的东西。fuck！ 快来，快来，快来！靠上山！哎哎哎，我啊！你看，我的 fuck！ 我靠！哦，没存档都还。我们这个搭了那么久的东西炸了呗！快快快快打他！快打！快打！我靠，这么多只！靠，这墙敲的，把门关上，别让他们进来。啊！哦，没血了，没血了，我没血了。靠，最后一天全场是什么时候了？很久。那是五天。站上没事，我那边。进肯定不能存了，我们都做这么多事。对，没有，我最后一天存档35天，我们今天才36天。但是我没存啊！我靠，一个小时前呢。哎，有一个怪进来了，有个怪进来了。fuck！ 没事，放大，弄多三十。对，太他妈。哎，他还在打我们，他在打我们。你们下去，你们下去。他下面的东西，我把上面。刚刚人在外面就，门就关了。开始，站着。那说明肯定不能建那里了。没有，我们外面那层墙没有东西挡啊，所以说。哦。他们直接 A 进去的。我们之前不都是有那个小石头吗？不是，我们再造高一点啊。什么意思？老婆再造高，地基也会被打一样的。靠，这些人！先造 queen 吧，我操！你要在哪里造啊？看哪里能造。好，那我们得先在外面造那个才行啊。其实我们可以放中间，没关系，没关系。他只要直接上去，直线上去的话，他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在家里的下面造一个超高。我们有种菜吗？种了，一点点。是蓝莓了。种了一点点。因为这种蓝莓这里其实很方便造 crane。为什么？因为它很平。我可以造一个 foundation， 没事没事。我应该可以造一个 foundation。怎么了？躲起来了。哪有声音？有吗？没有。我没听到。哦，我在看视频啊。烧两块小肉啊。我们把这。哇，好想。哇，好他妈想。我们把这个，可能得把农场给拆了，再造，才能在这边造一个 crane。另一边，好可
他们不怕。啊靠！我当时花那么多心思弄东西，烦。有蓝莓种子吗？我有一个种子。哇靠！哇，那对虾，不起，我是风的声音。这样，你先把这地基给 plan 好，然后我可以把蓝莓给吃了，然后就把它毁了。把他们什么？就你先把这地基造起来，就是反正你不急着好，拜。就放木头进去嘛，你就先那个。那哪里啊？哎，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哎，吊起来了一只，吊起来了一只。出去杀我吧！咋了呀？在打我！哎，我掉一半血了，掉一半血。看好多只，很多很多进去了。哇！这 Packy 在外面。Packy 不是人。哎，你在打我啊！我操！把他燃了！我靠！哎，我把那个野人燃了。你 Incendiary Spear，你砸到他的话，你的炉子会直接爆吧，可以把他们燃起来。你的瓶子，我靠！哇，那只墙要爆了！有个野女人，我要冻死，我要冻死了！不行不行，我要冻死。哦，被围了。还有我们那个大的火堆，怎么又没了？烧烧光的，烧完了，对，我感觉。哦，那是好，不是？啊，吃饭去了，气，不行，两天，还来叫我，还叫队友，那是酋长，我操，能关了没？关了，那我们睡觉去吧。这没事，到时候我们的房子被砸了，把这些先存档，先存骨档，到头时候烧我进来，我一个人进来睡。骨头烧一波。我烧一个骨头，我骨头爆了，没事了，没事，不差了。妈的！里面没有，我没有假的，是吧？哦，好吧，哦，天亮了，已经没必要睡觉。好，他妈气！只有头可以吃了，没有肉的。吃零食去。门口都修了吗？修了一些，你看，亏是这样子造的，等一下，造个地基后，它会直接拉上去的。啊，照正一点嘛。取消，我先取消。啊，没事没事，我可以造那个，在这里。高一点的都可以，造不上哎，去。进来一只，进来一只，进来一只，什么情况？那我们的兔子，啊，这血是真的厚！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还他们在叫，咋样？没事，这个门都很凶，这门要这炸了。太强了，我觉得。这我听。他们生气了，我们造太多那个东西了。哇，不要再疯狂烧我们，敌人一起烧。用的也太快了。敲你，叫你敲我们的门。我还有一只在这边，外面这还有还有，好多。
操，外面还有一只，外面还有一只，外面还有三只 ，what the fuck？ 有人在打我们的门。可以转圈圈，我操！嗯，哎，又打我，我操！他就很难受啊！疯狂被打。扔扔扔！那石头后面还有一只。蓝皮女人，我靠！左右护膝可以。左右护膝就是。嗯，翻身体，翻身体。我操！翻身体。等一下，我修一下。哇，这快倒了，这都要。要吃饭去了，我们先走了。嗯，拜拜。来了，存档，存档，存档，我去存，我去。我前面也存，但是我们现在骨头更多的是。对。哇，在疯狂的烧尸体。靠，好气哦，那个，哎呀，烦。啊，加了那么久的东西。存了，都存了吧。存了，啊，上面还有吃的。很开心。这兔子怎么黑掉了？都已经。干了。我吃黑的。Fresh， 这下雨了，我的 fuck。啊，存了，准备待定。嗯。哎，这里还有个尸体。存了，好，大家下。拜拜。拜拜。